我公公生病的时候，怀小女儿大肚子，就搬椰子来给我公公吃。那时候先生每次站起来晕倒，我都会把他抬啊，就把脸啊，一个把脸脸来躺着。那时候我爸虽然已经要坐轮椅，不知道他会继续再活多久。可是我们会希望说，在这些时间里面，我们可以多多在一起。对啊，我要让他说，我们全家都在他面前，在身边，对，有温暖的，是的。